莫苏菲亚，今年我给我家人的礼物只是我做的一顿晚餐，我亲手给他们做的，带着我对他们的爱意。你瞧，也许这就是一件很完美的礼物。不用去在意它是大是小，是什么颜色也没那么重要，不管它是藏在那货架的顶上，还是用你亲手来用心制造。无论简单包装或隐私带缠绕，一束鲜花或一支玫瑰，小东怎么能在日落之前找到那样的礼物呢？也许他已经有了他需要的礼物，索菲亚，给家人做饭是我的礼物。那么想想看，还有什么是小东能做的？的确有些他能做的，谢谢蒂安娜。